对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中国的 Allen， 啊，我这次参加静心就非常非常的开心，因为我实现了我心中最美好的一个愿望。在很久以前，我就一直想有一个恋人，那这个恋人呢，可以不用讲话，他只要坐在我旁边就可以了，然后就可以完全理解我，然后完全的接纳我。那在阿万龙的带领下，然后在这次静心中，我找到了我心中的恋人，对，然后他一直都在守候我，就是无条件的接纳我，然后等着我醒来。那我终于在静心中醒来，然后看到他和真正的自己，那个永恒的自己，终于连接上，然后那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妙的感觉，然后内心觉得特别特别的宁静，回到了那个永恒的家，然后不用再去任何的地方，然后我在哪里他就在哪里，一直跟着我，然后我也不用去到外面去寻找，然后他陪了我那么那么久，就是一直没有被发现。所以如果你也想找到你心中的恋人，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这个静心之旅，因为无论它有多么美妙的感觉，都需要你自己来体验。还有就是在整个意识唤醒的过程中，有一个忽然的感觉，就是我跟整体一下子连接上了，我才发现啊，所有的在我身边的每一个人，其实原来我们都是那么紧密相连，就像我们是同一个灵魂，同一个身体啊！那一刻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，也非常非常的感恩。所以在整个世界以前我们都只是一个概念，然后这次真的有非常非常深刻的体会，所以非常感谢，谢谢。